今天呢要带来一段就是小小的戏剧，他可能需要就老大还有韦伯老师帮我这样子。等一下，谁演男主角？当然是韦伯老师了。那我要演什么？你演一个非常重要的医生，你要宣布一个重要的事情。所以这个孩子很多，这个戏份好发挥吗？第二男主角，因为我接戏比较有戏份哲理了。OK， 为了韦伯，我就直接接了，好不好？好。那我演医生就对了。对，那剧情你们怎样哈？我知道《命中注定我爱你》里面，好不好？你现在很爱看那个？我也爱看。对啊 ，OK 啊。好，那我待会就会先这样走，然后大家会叠在那个地方，那可能要麻烦你就是抱我一下。好。医生什么时候出来？当我被车撞死了以后，没有死，撞到了以后你就可以出来了。哦，好的。没有，还要抱到床上。我要先抱到病床上。他到医院的时候你就可以出来了。你要抱他哦。对，谢谢的体谅。那我伺机了，好不好？好，我就在那边 stand by。好，那大家帮我喊一个 action。黑社会偶像剧，怀孕的瑶瑶发生了车祸，命在旦夕。男友潘玮柏为了保住瑶瑶的生命，必须要忍痛放弃胎儿。龙江，你喊 action 吗？给我加入戏。好，五、四、三、二， action！ 他先叫我。我要叫你是不是？对。瑶瑶，瑶瑶。你不要哭了。为什么？不要走啊！我不会伤害你的小孩啊，瑶瑶。医生，快救救他！是的，刚刚你抱病人的时候，他颈部差点断裂。我的医生也在，如果有劲抱的话，可不可以稍微再下面一点？因为他刚顶得很凶，脖子会短。是的，言归正传，还是已经断了。喂，你们演哪句啊？照着剧本走好不好？你们这样叫躺在病床上的瑶瑶情何以堪？因为母亲呢，里面怀有身孕。这时候音效不会配是不是？我从这边接，不要让我再讲第二次啊！潘先生，因为母亲里面怀有身孕，事情是这样子，因为他现在呢非常的危险，小孩和妈妈只能保留，你必须赶快做决定。我们现在要签下这个同意书。爱我，你可以不喜欢我，可是我喜欢你，你不要伤害我的小孩，我拜托你。等一下，哈，刚刚你演的时候完全没有带到你。对，你看镜头啊，手你不能这样。对，好，从你那个刚急哭吼、歇斯底里这边开始哦，准备。Action！ 我觉得你还是等一下。你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话说老大，你别乱了，让瑶瑶好好演下去嘛。你这样观众看得很辛苦啊。我讲你讲的也很累。Action！ 必须让你先同意书。不，你可以不要喜欢我，但是我求求你，你不要接，你不要伤害我的小孩。我要瑶瑶，我不要小孩。不要钱。他是，那我就决定就留瑶瑶了，还是把 Apple 留下来比较好。好，那接下来要怎么样子？他要过来啊，最后你抱着他，然后你们俩哭在一块啊，让他也联系啊。好，就这么决定了。对不起，抱起来，我不要小孩，我只要你。好的，我这个心太快了。好的，真烦。刚怎么样？你也很恨吗？你没有发挥到演技是不是？我没有发挥到演技。母亲，你哭什么？没有，你知道这一场戏真的很难过。你有看这出戏吗？对，我是想到他不是瑶瑶。等一下，韦伯他有点意见，怎么了？
你现在很气吗？有一点。你是想要哭出来是不是？我在上面看台词，看我就坐在那边哭，两个坐在那边看我在那边哭，就现在哎呀气氛不对。不然再加戏嘛，加戏。你要加哪方面的？感情的。感情就你跟他之后。过了差不多5年以后，你回想起来后悔，你突然跟他讲，你当初干嘛不留宝贝？现在还有没孩子，不能生了，我要他，然后你就很无奈这样，对，好不好？好，好就是要这样，生气，加我力量，爸爸，你那时候为什么要拿掉我的小孩？不是你就是小孩，我当然要你啊！不是啊，可是我家我再也不能生小孩了，要怎么办？不要这样子，我还可以领养小孩子，很多事情可以做。真的，我们可以领养很多幸福的事情，我们还可以去完成，是不是？我不要。好了，不要哭了。不要哭！龙家没有，我鸡皮疙瘩，好恐怖！有鸡皮疙瘩，厉害啊！我很厉害，我这样卖家具，谢谢你。好，厉害！不要男女授受不亲。你老公在那里，哎，他演的怎么样？他演得很好，因为我想说，我一直看，我说哇塞，这太厉害了，所以我就是都是悄悄本来分心，对，本来就有点分，哇，哎，越来越好这样子，你就真的很融入剧情，对对对。但有一点，有没有可以改进的地方？没有啊，就重点是你是讲话有点高音哦，这一点我激动的，我一直想要疑问，我一直想疑问，包括一开始没讲，喂，怎么会上课啦？你有习惯性的高 key 吗？有，但我发现我最近有比较能够讲的正常的上课了这一句，对，以前的大走音。对，我觉得他刚表现也不但口齿啊，对啊，因为台词你说很唯美的那种感觉，微波。声音会影响，但是我觉得那个都很好，因为整个表情什么各方面，而且你看几秒钟就落泪，超强，真的不错，真的不错，好，谢谢瑶瑶。恭喜啦，瑶瑶！虽然金马奖最佳女主角你铁定是拿不到的，但是本班影后就是你啦，毕竟班上会演的没几个。你觉得没有看过这样子的塔头？希望是未来可以变成丽萍，就是当购物台的主持人，因为呢，想有就是很好的口才，就像他一样，还有非常稳健的这个台风。那你今天要表演什么呢？卖东西。哦，购物台。对。Taco第一次挑战卖东西。Taco史上最多话的演出，千万不要错过。大家好，我是豆腐，我未来想要成为是创作型才女戴佩妮。喂，因为我希望能够跟她一样，就是创作很多不同的音乐，然后加注自己的想法在歌曲里面，然后唱给更多人的人听。不一定某件事都有某个方式，不一定他就是你的白马王子，不一定要无聊在一起看电视，不一定的事太多，就像时间随时会停止。咱们的豆腐想要成为像戴佩妮一样的创作型才女，而她会用什么样的表演来诠释她的梦想呢？好，我今天是要带来戴佩妮你要的爱。虽然经常梦见你，还是毫无头绪。外面正在下着雨，今天是星期几 ？But I don't know， 你去哪里？